给你一圈黑白。洗这刀没用。等会儿板子。哇日，这个洗这刀。不然老哥不是要丢磁铁吗？你要丢你丢我。有眼是真的烦。扛啥走啊？还扛？扛刀不是白白给了吗？足够了。这座香水没用上，不过不灰。磁铁又在干嘛呀？真的是为了分命都不要了。要磁铁，这个时候修机早就答应账了，拆了电机。还飞我，这还能被吸到了。不是你是不是傻呀？我被吸的状态是不能翻板子的，这都不知道吗？这白给我十秒。地下室也无所谓，有命还有怀表，有个大印章，你这都吃个正事，你这个人扯不下来，我就喷死你。这不是完事了？刚才应该没吃的是正手吧，我日。不他没打针对。
你开门去啊！你也要过来蹭一下分，这个真的是，分占他脑壳子里面去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想拉个闸，看那两个眼睛了都。把结石带出去，我有怀表。只要能把那个门打开，就能走。喝瓶香水就好了。门开了。直接走门哟！哦，行，你走另外一边也行，只要你能走出去，我倒是无所谓。救不了了，就非要跑这个门，你跑另外一边个门，另外一边肯定跑得过去，他还送你的一个加速。红蝶，哎，我不想去小木屋修啊，去小木屋肯定要被锤的。好卡！那就无所谓了。哎，真就秒倒啊！你这站着不动，让他打的吗？他插完刀直接下一刀了。专心破译，别救了，直接卖了，怀表都不需要用了。这还带狙击狂的呢，这血掉的这么快。
行，我把自己卖掉，就那个演员了。我得把佣兵，我的前锋摸起来。这把必须往平局去了。我现在修肯定传送，无所谓，大不了溜一会儿 get 几个板子，然后直接下一局。要么传送，要么走过来找我了。不好溜啊，二级飞，一级飞还好。哎，干嘛呢？人就这么贪十几刀。直接救你有无袖，这个时候挣扎就很有用了。可以秀的。哎，没出来。死角落 ，nice。
要给急了。怪死角落，收他！黑妹妹治愈了，这波的话我可能要拦人，没拦住的话就要输了。哎呀，我就应该知道这边应该有人绕人。没球了，冒好还能救，又是一波怀表。这波再不拦住，这真的没了。我感觉先挂死。挂到死了，没拦住啊！真伤啊，伤就伤的黑妹起来了，本来秒倒节奏挺好的，如果带金针的话就好打，不敢带，这图太烂了。
你现在在干嘛呀？偷手砸。真就不用撕啊，再给你绕一圈。他用了一层。我还是能翻出去，然后你撕又废掉了。两层是吧？两层我给你周掉两层。再周一波。你还三层呢还。给你鼓个掌。你非要去送那个吐司，你是嫌我溜得太久了，我知道了。可以的，谢谢你。真应该带一个谢谢你。肯定精神呀，别装哎，哎牛逼，终于交了，憋了一年，给你鼓个掌。这个人头贼铁，你看那个直接过板了，这个你绕一圈，这边干你一板子。好像大心脏了。怎么撞到？哎呀，撞到牛逼，真牛逼啊！秒救，秀啊！前锋真的牛逼。秀啊！你还敢抢气球？黑妹在这里抢气球，不知道到底是欠了这个蜘蛛多少钱，反正是欠了点。我搞了半天，你鸟还没交哦！
黑白。前脚这么快秒倒啊！他娃娃放出来没有？伤心破亿，说不定还能挽救一下。真不救啊！真就把它卖了。太惨了吧！如果这个时候用命还能把他救下来，那说不定还能赢。真就卖了。那完板。我操！这么长。让你秀。还好没用火，用火就取消操刀了。反正我短板应该下一个板子跟他玩的，贪了，我想盖两板子。还可以赢，就看这一波捞人了，快捞过半了，完了，这挂死就。这也太秀了，要半天都没看我血条，我的天！这么快就吃狙了，
现在刚好就在这里哦，你翻个窗，他就闪了，闪了。说的好不爽，这张狂简直了。谢谢依然的小银星。不追了。他闪现空了，应该闪现的过程被打断了。找到黑妹拿 buff， 可能拿不了。用点护臂啊，能赶到呢。你就打针对啊，你这个时候打针对炸了呀。还差一台呀。这到底搞啥？闪现的脚。我无所谓，这个时候治愈就很有用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这个演员修到最后一无所有，修到最后被打死。拯救约瑟夫啊。哎，我想找那个草屯里面蹲来着。
闪现也没讲。哇哦，你这要在停顿了，你就没了。真是。你觉得我打问号有啥用啊？你对着慈善家打问号啊？如果不是他选慈善家，我会选西米尔吗？ 闪现狙我！那我看你等会儿怎么杀我，没闪现。一级狙狙不到，没有用，12秒。 一个 CD 12秒，带彩板的，这不应该转哮喘的。 送二级狙啊！应该娃娃这边这点能量应该够了。
还好没过半，可以了，是要变正式了。正好也好，正好卖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快走啊！早点去我，你不就能白给了？搞个推进器，花里胡哨的。还自己往墙上撞了。不虚，直接修。自己不要帮助了。我丢人位了。哇，给你套两年还能被正式，大哥，这鸟就是保你用的呀。黑妹还不回头，直接一个超勇不人给带走，哎，还不如自己来呢。
救不了，救不了。当时搞了半天，全都在跑啊！我重新起，他就不。他要来抓我，那才能当硬仗。他要手电机的话，我这边能重新起。点点点点点，这个时候点灵性，差一点，鸟出来是出来了，但人死了，像黑白。洗的刀没用。等会儿板子。哇日，这个洗的刀。
人老哥不是要丢磁铁吗？你要丢你丢我。有眼是真的烦。扛啥呀？走啊！还扛，扛到不是白给了吗？够了，这座香水没用上，不过不灰。磁铁又在干嘛呀？真的是为了分命都不要了。要磁铁，这个时候修机早就答应账了，拆了电机。还飞我，这还能被吸到了。不是你是不是傻呀？我被吸的状态是不能翻板子的，这都不知道吗？这白给我十秒。驾驶也无所谓，右面还有怀表，有个大印章。你这都吃个正事，你这个人你扯不下来，我就喷死你。这不就完事儿了？刚才应该没吃的是正事吧？我日！不，他没打针对。你开门去啊！你也要过来蹭一下分，这个真的是分账到脑壳子里面去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想拉个闸，看那两个眼惊了都。
把戒指带出去，我有怀表。只要能把那个门打开，就能走。喝瓶香水就好了。门开了。直接走门哟！哦，行，你走另外一边也行，这样能走出去，我倒是无所谓。救不了了，就非要跑这个门，你跑另外一边个门，另外一边肯定跑得过去，他还送你的一个加速。红蝶，哎，我不想去小木屋修啊，去小木屋肯定要被锤的。好卡。那就无所谓了。哎，真就秒倒啊，你这站着不动让他打的吗？他插完刀直接下一刀了。专心破译，别救了，直接卖了，怀表都不需要用了。这还带狙击狂呢，这血掉的这么快。钱我把自己卖掉，就那个演员了。我得把佣兵，我的钱包摸起来。这把必须平往平局去了。
不好溜啊，二级飞，一级飞还好。哎，干嘛呢？ 真就这么贪十几刀？ 这个时候挣扎就很有用了，可以秀的。 蹲一会儿，疯狂张狂，无敌新生们。 这么激动的吗，兄弟？<笑>
哎，在哪去了？可以扛到刀了，完了，还没装出去。亏了亏了。这反装速度简直了。还有愤怒啊！Nice， 快乐的一匹。刷个分，直接下局见。爬的速度感觉就像是心脏舞的速度一样，咬下来了。这点阵砸死针真好用啊！
才能爬地下室去。这还要跳个地窖啊！走地窖，走地窖。摸了摸了，人没了。那一个打了。可以啊，速度挺快的。他转墓地了，我得藏一下。走两步行。这你还打我娃娃？休一会儿，先把娃娃藏一下。干嘛？带快递？秀得真爽，还差一台墓地。如果我抽完香，这娃娃还没炸呢，那就太给力了，牛逼！过半了呀，干嘛？真是
还没受伤，赶紧开，等受伤了就来不及了。有没的，这是扛刀扛死了呀！我感觉想往小木屋这边聚啊。他要闪呢。啊，这还能被震慑。扎心，要到了挂死掉的时刻了。帮忙烧鸡蛋啊。直接做了三台。直接就一无所有。
这屠夫在红毯中间也不来烧鸡，好吧，女巫。墓地好像没人修，等会儿去，等会儿去对面修一修吧。踩个圈，这情况刚才不是在附近啊？我日！可以，狗断掉了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！帮忙啊！我日，干嘛去了？哦，捡圈了。你倒是不会吓我呀！我日。
像猴子。反正还有好几台。为什么又变一了呀？刚才不是二吗？哎，这个重新计算是真的麻烦。又变成三了。应该前锋救了下来。但过半了。僵尸死了。我没去救人。哎呀，翻个板硬直没有搞掉。这还有球？没找着人，救不了了，下一局了。前方抽箱子，抽箱子，然后又关上了。
你突然出 Q 的了，你还闪现刀？你刚才不闪，现在闪。你慢点，三层交速吓死人了的。什么情况？告辞。差一台，闪呗，闪送，对，闪送你就救不下来。太有穷了。他上交了，直接秒救，等会儿大阴仗，他就炸了。哎，救不了。这不送猴行为吗？谢谢啊。哦哟，没死了，
十几天了。